这一瓶呢，是我自己觉得使用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，然后它也是如果是接睫毛也可以用，然后完全是无油。那你把它放在化妆棉上面，就是多挤几下，然后湿润的状态，整个就可以把你的底妆带掉，卸很干净，而且卸完脸就是完全不紧绷，你就会觉得很非常有水感。有一些像是卸妆很强的卸妆品，哦，会让你很绷，对，而且会醒醒，对对对，这罐完全不会，它就是满满的精华液，没错。其实在卸妆部分，其实就是我们养皮肤的第一个步骤。你在卸妆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不可以太过度的拉扯，所以我很推这一瓶卸妆水，好不好？我的全系列妆一定都是用防水持久的，嗯，但我用这一罐卸妆水就。用一瓶打底，那你会整个会总共卸几次啊？如果是你的话，因为我的粉底比较厚，你一定要我讲这些吗？我们有说好要讲这些。我知道，因为有些人不太会抓卸，我有没有卸干净？其实你就只要看化妆棉，你最后一次还有没有卡粉就知道。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，你一定要弄到这么湿哦，湿湿的状态，然后呢去清除你脸上的那一些残妆，然后还有你的粉底啊、卡粉什么之类。然后重点是呢，它卸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它其实不会让你觉得很紧绷、很涩，而且它还有玻尿酸的成分在里面，等于是你就是边卸妆边保湿，卸完完全不会有那种很像这吸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瓶非常适合给那一些有接睫毛，然后或者是不喜欢用乳啊油的产品的人，卸妆品的人，很清爽。好了，这个是我这个夏天就是我自己必推给大家。